更多朋友来进行我们淡水平安师这边的参礼哦。神恩，阖家平安。也请求圣驾去留神恩哦，护佑我们现场所有的如下众弟子哦。大家呢，在这连续的假期，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哦。来，现在我们的县长哈已经来了，立委洪凤凯的哈，我们的服务。